为什么建议戒色人每日大量读佛经？作者无名。建议戒色同胞们想要快速戒除色情、戒邪思淫念，恢复内心清净，强力推荐大量读佛经。你选定一部佛经后，每天只要有时间就念诵，发愿在半年或三个月内要念七部。你愿力一发，有了一个目标，就会积极去完成，自然减少无聊时间，减少想去邪淫、看 A 片的行为了。再者，邪淫人福报都消耗很大，诸事不顺，因福报不足，所以念佛经可以大量、快速累积功德，得诸佛菩萨保佑，自然诸事顺利，心情愉快，全家平安，启发智慧，内心清净。好处很多，最重要是念一段时间，淫欲心会慢慢消失。所以戒色人一定要选定一部佛经念，像是金刚经、地藏经、药师经、心经，太短念一遍效果有限，至少一次念七遍。大乘离文字谱光明藏经、阿弥陀经、观世音普门品、无量寿经，以上这几部是比较推荐的。记得选定一部佛经后，一天至少念三遍以上，或是有半小时以上的熏陶，你念完自然觉得心很清静。各位加油了。https://www.rutan.com.tw/user/index0.php问号s=54ndpop/u/half/clit:号iwar3sbddr6wqeud2r/jy/nwcpm0kpdm/rhehs/war0ybl0cwdxpawyrufolw